我现在要进公司开会。要开会就代表说有新的作品。其实之前就已经大概有对焦过了，就是我们这次要做的专辑，然后还有今年我们的排程计划大概会是什么样子，然后就是要跟宣传跟企划那边去对，还有制作部，因为最重要的还是作品嘛。确实，就是歌迷粘着度的这些东西都是关乎宣传。我没有问题，我觉得这些他提供的内容也是都可以看怎么执行。这个我觉得就是技术上面可能要整合一下，怎么样出去是最有效果的。看跟关灯。对啊，这是我们刚开完会了。来，我们问一下，大宇哥，你听得懂吗？嗯，刚有开会吗？看不喝咖啡吗？你看，我们在聊一些音乐相关，比较就是你知道，有点很困。居然跟我说很困，害老师讲的那么认真。大家集思广益在讨论，反正我也不能透露太多。每次都那不能透露太多，无聊。什么年代了？说的也是。好，我的歌名叫做《大家敬请期待》。总之，讨论新作品就是很开心。开会的时候用脑真的很容易饿所以我就打算先来吃点东西，然后等其他朋友都到齐，一起进去。支持不耐的演唱会，刚开会其实蛮感动的。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公司有一些人事的调动，不过我相信一切都会很顺利，只要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，好好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、你的伙伴，然后好好珍惜我有的机会，我觉得一切都不会有问题。Yeah。我也太早就到了吧。那好多人哦，小姐，你我看不是，我真的觉得好，我介绍一下吗？我们的阿布斯小姐，我觉得不是很尊重表演者。我非常尊重这个演出，我每一场演出我都非常尊重舞台。我必须说，表演的人到底在干嘛？因为我们看表演的时候，我通常是说，来看演出，好烂哦。所以，我们尊重演出的时候，我们的妆从头到脚，对，里到外都是要的。对，小布很大吗？小布很大吗？特写，特写。被穿好了，被穿好了。怎么那么不好看的人呢、啊？好，你最好看。是什么主题？那不然我们就在一起好了。哈哥，你太壮了。喂。喂。Whatever。就是啊。这一首非常可爱的开场曲，来自五月天的丫丫。嗨，大家！
前几天去听那个不耐的演唱会，然后今天换到九恩，所以我一定要来支持。确认一下，整个状态应该没有输吧？他们都很威胁性哦，他们都很美。我们要出一个了，感谢。那跳舞老师你太超了，你到了。你差不是，我还来到九组。有哦。太夸张了啦，这个马甲你给我脱掉。要，我吓一跳哦。你才在那边走来。好了，我今天就是。哦。假装姐已经送完花了，阿布斯。他用假装的。在小房间这。是不是我在拍？假装小冰箱。我说反光在后面。那个在后面，这样子会。他们被拍到后面。你先试拍一下。先抓在那个光。你们是中间。所以这个照片是要发新闻，其他脸摆好。你说后面那个很丑，那个还是你看错了。一二三。一张哦，来，一二三，谢谢你们，太优秀了，好 ，enjoy， 饮茶音乐盒。我们总经理超屌，对，我们怎么样穿哆啦 A 梦？第一章就是介绍哆啦 A 梦是来自未来世界的猫神机器。OK， 所以用你来台，然后我谢谢大家，然后我们新春新来往，大家一起努力哦。所以今天就大家 relax 一下，好好吃饭跟 enjoy 一下。然后今天下午就 work from home 就好。好，我们总经理威廉哥，你实在是最好的模范。我觉得他们都太不认真，对，是不是应该要？没错。哇，有些人真的很用卷出五位入选者。因为我们的 dress code 是要有一些科技感、银色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在干嘛。我真的看不懂这两个同事哎、欸，我一个小弟，这个也是不懂哎、欸。两位看不到前方的，不要导盲犬了。要评分呢、哦？哎，人呢？人呢？来来来，这五位，这五位。脱衣服我才评。没脱都很惨。好，先帮我们先抽出现金。初次见面。哦，一任两光。新正题，快见喵，谁知道？好，接下来是下一题哦。色的主题，我更烂。付款日连这个都要。好强哦！别问。
在这里吗？没有，我来继续努力。其实勉强两首，可是他的歌词啊，还有他整个歌的编曲的发展，我觉得可以要再演。是，要喝就要入境。哎呦我。小月。新同学。好，回到三点，然后今天有开车来的。要不要再自恋？但我没有，因为我自恋嘛，没有手。阿老师，你再过去，然后借我再写。好亮哦！哎，你长得很帅耶。建伟，突起来，你们三个都有知道卡位哦。好，那准备了吗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。耶！是，我这样子算，还有对方有翻唱要出。不敢过去哎、欸，嗯，你不要下来，你在树上待好。嗯嗯，拜拜。不喜欢呢、欸，嗯，我今天呢又写完了一支笔管，哈哈，自从写日记以来，我已经不知道写光了多少支笔。OK， 换好了新的笔芯，可以继续写我的日记，哈哈。在影片结束前呢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。四月份是我的生日，然后我一直在想说今年生日我可以做些什么特别的事情。那大家可能在上一支 Vlog 里面有看到写日记对我的帮助，所以我就决定今年生日我想要来设计一本自己的手账。因为过去这大概一年多左右的时间吧，我买了国内国外很多种的手账。那我自己习惯写的不是那种一年份的，因为那个我觉得我写不了太多的东西。我自己写的习惯是它比较针对我个人成长的这个部分，所以我除了写每天的规划啊行程之外，还会写一些我的心情。这就萌生了我要自己做一本完全符合我需求的手账。我先不啰嗦，我先来上图。哒啦，这就是我的手账。其实做这个手账花了我非常多的时间，真的要针对自己喜欢的排版，然后还有我特别想要放在手账里面的图片，他们都是我早起拍到了一些很漂亮很美丽的早晨的画面。我特别请到设计我专辑的设计师来为我设计。我希望这本手账很简约很有质感。目前是预计我生日的当天，也就是4月8号，大家可以正式的在网络上买得到。更详细的书写的内容呢，我后续会再跟大家分享。然后我也必须要说，我不希望大家买这本手账是拿来收藏的，那真正的用意我希望是借由写日记能够好好的整理你自己的生活，整理你自己的内心，然后真的对你起到帮助
跟加分的作用。我觉得这是我这次生日设计手账会觉得最有成就感最开心的一件事。好的，大概就是这样，也谢谢你看完今天的 Vlog 2的影片，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。蚊子一直在我前面飞，拜拜。OK， 我们完成了，希望有一个漂亮的手帐。赞赞赞赞。